火酒吼，就是请火王恢复大地。啊，火有大地有一个五红火，要有四方的明火，啊，火就爱请火王，后十方火，要有五红火，后四方火拢总有。啊，火贵火是火还在，啊，火着火鸡火马，吼，那是足一款公文了。反正火烧死了，你山火也好了，水也是少，山火也好了，叫不能叫烧死，这样算作火鬼，火鬼，所以他设置了火烛。上山尾要甲师叔拍火刀，去五凤坡爱走走走来灭火，啊！他灭火的时阵，他有香炉，那有气氛，也有几样汤煮，也来用我用心跳。啊！你即摆走的人一定爱怎样？金刻木，你这个木爱用金来解刻，刻较少。啊，烧起来嘛，较袂烫啊！烧起来，你第一个炸火咯。水较滚，没有火头，表示讲的时阵已经加热了，火热了，如果倒，如果上来人。但是诶，一点啊火钱也要阁引起大火，引起大火。所以因此，这主大先生莫因目睭爱爱瞎子，你唔知讲伊目睭当啥，你唔知目睭当伊恐惊你火莫火拍无着着。所以这连莫因就想目睭认你，你用
用咱的功力用起来，这个家里也开始下着水，也过来下着落落水，过下着船潜水，过来改革。